使用工具，分解零件，把大东康喷油器固定在立式台前上。二尺拆装工具套入电磁阀，配合扭力扳手拧松。拧下电磁阀压帽，使用电磁阀撬出工具，撬出电磁阀。十四尺中间体拆装工具套入喷油器壳体，配合扭力扳手拧松。拧出喷油器壳体，用镊子依次取下阀座，油嘴弹簧调整垫片，导向套筒，垫片油嘴弹簧，取出油针，翻转喷油器，18毫米套筒套入油嘴警帽，配合扭力扳手拧松，拧下油嘴警帽，取下油嘴，依次取下缓冲弹簧，阀球球座，衔铁调整垫片，缓冲行程调整垫片，衔铁盘，衔铁芯，分解完成。把喷油器固定在立式台前上，放上油嘴，拧入油嘴警帽，装入油针，手指按压油针，以防掉落。使用18毫米套筒配合扭力扳手拧紧，翻转喷油器后松手。依次放入油嘴弹簧，导向套筒，油嘴弹簧调整垫片，垫片把大东康针阀生成测量工具拧入喷油器，千分表归零，下压千分表，测量数值，标准数值为0.52加减0.02。取下测量工具，放入阀座，按压几下阀座，以防卡死。胶圈若有破损，需及时更换。拧入喷油器壳体。套入14尺中间体拆装工具，配合扭力扳手拧紧，把电磁
磁阀放在电磁阀压帽上，依次安装显铁芯、显铁盘、缓冲行程调整垫片、显铁调整垫片、阀球阀座、缓冲弹簧。喷油器套入电磁阀下压，拧入电磁阀压帽，使用4毫米内六方工具拧出螺丝，取出显铁预紧弹簧、弹簧座，2尺拆装工具套入电磁阀，压入电磁阀固定扳手，拧紧压帽，拧入显铁生成测量工具，千分表归零，按压千分表测量数值，标准数值为0.047加减0.03，使用扭力扳手扭动，直至数值到达标准数值。取下工具，装入显铁预紧弹簧、弹簧座。以小东康喷油器为例，拧入显铁生成测量工具，拧紧后后退一圈，夹子夹在导电柱上，点击动态按钮，千分表归零，点击3秒按钮，测量数值，标准数值为0.047加减0.03，使用4毫米内六方拧入螺丝，安装完成。